如果你令到一個人退失咗菩提心，你大鑊啦，因為你令到佢嘅祖先唔得救，佢嘅冤親債主唔得救，佢嘅屋企人、佢嘅親友少咗接觸佛法嘅機會，甚至包括當事人五個人，斷五炮 party 嘅人嘅菩提，即刻落地。所以眾生落地話好容易嘅，係好容易，所以地藏菩薩係好攰嘅。所以佢發咗一個係不了之願，你明唔明啊？地獄不空，世不成佛，眾生道盡方定無。跟住佛陀，你使唔使玩得咁大啊？係咪先？嗱，呢啲大圓，虛空有盡，我圓無盡。